迎阿基西，阿基西，嘿，欢迎你。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台南王妈妈哦，讲哦，那个无锅鱼，咱来煮汤的时阵啊，也是讲哦，处理物件，唔是讲爱下酒啦、下葱啊啦、下什么姜啦，阿么个下料吼，它的腥味没有了，变土味。啊，变作嘞！但即马五谷鱼的足侪，迄个家己养殖的即个鱼啊，吼，是，属实有存在即款的问题。土味啦，嘿，土味真头壳疼。不过免烦恼啦，嘿，是。那今仔只小撇步吼，会当教咱的王妈妈，哎，迎刃而解。即马咱来看吼，是，来，真简单嘛，头一个撇步，嘿，咱即个鱼啊，吼，是，要煮的时阵，料茶刀唔好直直切的嘿，为什么？料茶刀，因为你即马煮熟肉会变起来。真歹看，啊！你倒下来揉较斜嘞，吼，这个小撇包有无？伊想要变伊变袂起来，啊！你煮的时阵加较熟。我嘛知影爱揉斜刀，啊，唔知影为虾米。好，即马就替观众朋友问阿基西啊，这揉斜刀吼，伊迄肉吼袂安尼变起来，袂变变较袂晓歹看。真紧实，好来，啊！即马水有滚无滚拢袂要紧啦，好，咱甲放落来，放落来煮，好，放落来煮。啊！即马煮的时阵吼，姜，嗯哼。肠啊，哈、哦，这些都是除腥的东西，就不必急着下哦。哦，慢吃嘿嘞。嘿，哦，咱煮物件不是讲哎呀，什么物件啊，或者不受不急啊，反正都乱掺落去，掺掺落去就是那种。哦，不是安尼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哦，不是，无当时。你的姜吼，你的姜像这个扎孔，只会破坏它，会干扰到它的除臭效果。啊，就是你所讲的底臭车啦。啊，安尼哦，嗯，啊，安尼我唔对，我今日吼水滚拢先下姜，先下葱啊，再下鱼啊，想讲我要多一点去腥，唔免唔免，去腥，肯拢一定爱肯啊，这些拢唔免去急在一时，但是唔是即马向你扎肯，好，讲话时间，闻到那种鱼香味，这鱼香就表示说它现在里面熟的火候呢已经有七分了。来，咱即马再来啃姜，哦，有七，闻到鱼香味料，再放姜，即马再来啃姜，喂。这马坑姜就是要去干扰它的泥腥味跟泥土味。嗯，来，我拢要袂坑盐哦。是啊，甲你报告一下，参大家享受一下。是，唔好讲啊，我见面都直直掺盐啦。嘿，咱头拄好老要先掺的时阵，你爱掺足多，伊才有感觉有甜分。哦，安尼哦。嘿，因为你完全是食咸，唔是咧食鱼仔甜。哦，爱先和鱼仔甜的鲜美味道。先造出来，你再来坑盐。啊，你这是时阵盐才坑一半都有够啊。所以人讲食营养，袂去伤着油脂，就是这个原因啦。哦，所以盐唔通放喺底下滚啊，去煮啊。来，注意看，来，味道走出来啊。嘿，他拄啊无放姜，是不是无这个垃圾泡？还真的呢。姜放了，是不是这个鹅蛋走出来？哎，为什么那呢？这个就是已经完全达到吸收除腥的感觉了。哦，我知道啦，所以姜不要这么早放。不要这么早放。不必要那么早放，你那么早放，你想早放无好，想早放吼，你想过早放，即摆即落落这拢会去夹在鱼仔肉内底啊。尤其吼，规鼎鼎边啊，食歹看，食歹看，食歹看，哎，对吼。有迄个渣渣，咱就该好起。啊，即摆吼，鱼仔汤有啊，有咸啊吼。即摆才放盐，即摆再来放盐。你放一半盐都够啊。哦，唔免想过济，好好，安尼就好。啊，即摆鱼仔汤好啊吼，来咱开始放肉。阿基西，煮鱼仔汤呢？你搁和我肉咪变肉汤啊？哎、欸，唔是哦，但是咱今仔我是要用肉去土味哦。安尼吗？嘿，老祖讲啊，有教咱一个鲜，一个鲜美的鲜，旁边一个羊，嘿是，这个叫鱼羊鲜，对不？嘿，其实鱼羊鲜这个字是北方字，哦，北方字。所以你去想讲，因为因可能是宗教的关系啦，是种种的问题吼，所以讲会提羊啊。嗯，掺鱼啊到顶住，啊，咱即马卖讲油啊掺鱼啊到顶住，但是想讲提肉掺鱼啊到顶住，泥腥味就会吸收掉了，这个效果就鲜味了，就会变鲜味就跑出来。你即马注意看哦，我回滚起来，它较淡一个垃圾泡的吼，土块味拢伫迄个泡内底，迄个泡佫高调就好啊。来注意看，来画面过来啊，来。哎，观众朋友，这顶头迄泡佫走出来啊，而且它这个泡跟刚刚泡的颜色不一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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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一样。喂。哪呢？嘿，这就是伊本身吼，伊的食物，伊本身伊的一个雾化作用。啊，而且把放落去汤，一个翻比头拄啊骨较清，很奇怪。来，你即摆注意看吼，来，啊，它即摆汤会比头拄啊骨较清。嘿，哦，好，拿掉。安尼就好啊吗？好好，甲肉退起来。
这就是咱的头食补，会当去土味，啊，不爱互你看到讲，咱旁有人家食的时阵，不爱互你看到讲，咱内底咱有参肉。最后来，来肠仔再放入来。肠仔最后才下。今晚烧酒啊！哎，今晚才倒烧酒。哎呦，你唔免烦恼讲伊袂滚哦，因为阿拉讲这个汤内底热度足够把酒的味道给升华上来。一定要记得一项物件，煮任何长时间的汤类，绝对唔好盐掺遐紧。这个时候是最好喝的。来，你给尝看麦啊！养颜又美容哦，没有土味的锅鱼，无锅鱼汤，无锅鱼汤。哎，阿基西，感觉不出来，讲你加过肉呢。嘿，你像那个酒味，我惊讲啊，敢有酒味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挥发掉了，挥发掉了。